们新买的防蚊纱帐，非常轻，只有5磅多，没有杆儿，所以要靠绳子把它拴起来。这个纱帐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它的纱帘是可以卷起来。这个地方有点晒，我们准备把桌子搬出去。桌子从纱帐里搬出来了，搬到阴凉地儿。现在没有蚊子。饭，扁豆红烧肉，青菜，米饭，有菜有肉。